在 NBA， 球衣号码代表着很多东西，比如乔丹的23号、科比的24号、邓肯的21号等。有些球员为了独树一帜，会选择一些特别的号码，比如00号、99号。一般说来，只要是100以内的数字，球员都可以任意选用。超过100，球衣就放不下了。但有一个号码至今无人用过 ，NBA 官方明确表示禁止使用的69号。罗德曼职业生涯晚期加盟小牛，曾想穿69号，遭到联盟拒绝。于是罗德曼愤怒地换上了70号。至于为什么不能穿69号，官方的解释是含有明显的性暗示。而罗德曼为什么想要穿69号，他在场外那些风花雪月就是最好的解释。